자, 캐립. 캐리. 차지. 各位，咱32届的这个民政府哈，的这个学员，大家较早哈，哎，我还有个在嘛是，哇，今仔真欢喜呢吼，啊，人个比31届个较侪人哈，啊，个今仔袂歹吼，有看到日头啊哈，哇，前几工安尼落大雨落安尼吼。吼、哦，啊，昨下个伫台北吼，迄雨那像咧用倒安尼吼，雨偌大安尼，我、哦、今仔变做遮好天吼、哦，所以台湾的春天有影变化无常吼，连、哦、咪好天连歹天吼、哦，啊，今仔袂歹啦吼，遮、哦、好的天气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有较辛苦啦吼、哦，啊，昨坐几工啊，今仔阁继续安尼吼，真无简单啦吼。哦啊，为着台湾吼，安尼付出，我想是甘愿啦吼。诶、欸，啊，咱即摆咧讲吼，到底啊，咱是中国人，还是咱是台湾人吼？啊，咱知影1895年吼，我即摆是拢讲迄个西元啦吼，迄、那个公元吼。啊，我毋知影民国几年啦吼，民国我无啥捌吼。啊，咱知影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的吼，啊，所以成立的时阵叫做民国一年吼，啊，所以1912吼，十二个减一个进吼，变做11吼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甲即、这个。西元的关系就差11年，啊，所以你若讲民国25年，啊，就是1936年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1936年出世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1895就是即个日本甲清朝修台，啊，清朝拍输，啊，所以含日本就订一个合约，啊，这合约。中国这边叫做《马关条约》，啊，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条约就是讲，当然真侪条啦哈、哦。其中有关台湾就是讲，清朝哈、哦、将台湾甲澎湖，啊，甲伊附近的岛屿哈，啊，割让予日本。啊，这个条文就是讲，台湾甲澎湖的主权。割让予日本，哦，啊，所以从1895年开始呢，伫台湾的住民就变做日本国的国民，哦，咱就变做日本籍。啊，这个《马关条约》呢，佫规定讲，2年内底，从1895年开始，2年内底，吼，哦，伫住伫台湾这人选择。你若无爱做日本人，你会使变卖你的财产，吼、哦，啊，离开台湾，伊有互你选择。啊，所以1895年迄阵开始，咱就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一直到当时，诶、欸，咱日本人怎啊无去呢？即、這个籍怎啊无去？就伫搁毋是1945，1945年是烧台无台啊。吼、哦，太平洋战争嘛，毋是正式的结束啦，都无烧台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战争要结束吼、哦，就是讲战争国爱订一个和平条约，和平条约签了，这战争吼、哦、较正式结束。啊，所以太平洋战争吼、哦，日本甲民军咧台的时阵吼、哦，正式结束呢。就是1952年旧金山合约，旧金山合约签了时，战争吼也较结束。啊，但是呢，旧金山合约签的时阵吼，中华民国毋是签约国，吼，伊袂，伊毋是，伊无签，
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无签吼，啊，所以旧金山合约甲中国拢无关系。啊，即卖问题就是讲，啊，即、這个日本甲中国有战争啊，啊，伊无签的时阵，表示讲战争无结束啊，啊，所以呢，美国阁叫日本，啊，甲当时流亡伫台湾的中华民国吼。在1952年签一个日华和平条约，吼、哦、啊！日华和平条约签咧，较正式中国甲日本的战争正式结束。啊，日华条约呢，其中有一条呢，就是讲，在1945年吼，迄、哦、当时伫台湾有户籍的台湾人呢。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哦，这条约安尼写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这个条约呢，集体将当时大概台湾人吼、哦，本土台湾人有600万人，将这600万人全部呢，由日本籍呢，改变作中华民国的国籍，集体改变籍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违反国际法，你袂当讲强迫讲吼，所有600万人这个国籍会变过吼、哦。啊，佮这个条约内底吼，无、哦、讲两年内底互你选择，还无咧，伊就是签了了，就是随变过啊。啊，所以咱1952年开始呢，迄时讲做透早爬起来时，咱都变作中华民国人咧吼。哦但日本人变作中华民国人，吼、哦，真紧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说唔知影讲，1945年太平洋战争煞的时阵吼、哦，咱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？咱说怎么回去咧？吼、哦，迄当时是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啊，日本怕输啊，啊，当然台湾嘛怕输，哦，台湾嘛是战败啊。啊！但是即摆少年咧个问吼，太平洋战争吼，台湾是拍赢拍输，因为台湾拢拍赢，咱是战胜国啊！啊，其实唔是，咱系战胜国，咱都迄当时都日本人啊，是明军轰炸台湾啊，迄B-29伫空中咧飞吼，啊，炸弹甲你炸落啊吼！啊，我捌伫即个 Facebook 吼，啊，接到一挂少年诶吼。我就 email 給我呢吼，伊讲哇，这个太平洋战争吼，因兜拢受到这个啊日本战机的轰炸吼，啊炸甲密密麻麻，我讲啊你是讲对啊唔对哈？迄、啊、当时日本是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啊日本哪有可能去轰炸日本的领土？哦，你对历史都拢无清楚，所以即卖台湾这少年拢安尼吼，伊唔知影讲。迄当时就，吼、哦，咱就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襄阳变作中华民国人，啊，这真趣味吼、哦，台湾历史的这个演变，吼、哦，啊，1952年签这个条约了，吼、哦，差不多20年后，吼、哦，1972年，吼、哦，日本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。啊，含中华民国伫台湾的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断交呢吼，啊，断交了的时阵，就宣布讲日华吼，1952年定的这个日华条约无效啊。日华条约甲咱讲，咱等日本人变作中华民国人吼，啊，1972年以后，这个条约无效啊。啊，请问咱是本土台湾人是啥物人？是啥物族的？咱煞毋知影咧，吼、哦！啊，中华民国当然是一直讲啊，你是中华民国人吼、哦，你是中国人吼、哦。啊，其实照条约讲吼，咱1972年以后变作无族。啊，无族安怎证明呢？即、這个2006年吼，即、這个。林志升先生顶吼200几个人告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是安那要告美国政府，吼、
伊是咧讲，根据即个旧金山合约，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伊叫做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吼，就是讲战败国家呢，占领国家会使甲你占领。啊，即个台湾是主要占领权国吼，因为太平洋战争干涉着真侪国家、真侪领土嘛吼。啊，所以无一定讲啊，拢做美国占领，无法度啊。啊，所以台湾呢，就是命令蒋介石，迄当时伊个叫做 Generalissimo， 蒋介石将军甲伊个军队来占领台湾，代表民军占领台湾吼。啊，所以伫1952年签的吼，诶，这个条约呢。林志成先生就讲，根据旧金山合约呢，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啊，所以呢，被占领的这个土地顶权呢，本土台湾人啊，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。哦，伊这是根据研究国际法、研究战争法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根据这点呢。伊就是告这个美国政府，啊，你一个台湾人呢，一个台湾人啊，吼，去告美国政府呢，美国政府是世界强权呢，吼，吼，还是乱用都乱用的呢，吼，你敢告美国政府，啊，当你是真诶假呢？你告美国政府，唔是假呢，你嘛爱请美国律师啊，吼，啊，美国律师是。提美金的呢，吼、哦，一块兑40块，即摆无啊啦，吼、哦，即摆一块兑差不多30块，吼、哦，嘛是真大钱呢，吼、哦，你若无包，你敢敢去告一个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是一个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伊一个林志成先生佮一个何瑞言，吼、哦，Richard Hatzo， 吼，即两位，即个论述，吼、哦，正确。伊靠我都敢告啊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告的结果呢，伫3年后，2009年呢，这个高等美国高等法院哦，这个判官写一个判官文出来，哦，啊，确实讲有影啦，啊，60几年来吼、哦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生活伫这个那种政治联合内底，吼、哦。啊，无一个一致吼，咱承认的一个政府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呢，伫国际地位上呢，无确定吼、哦，你国际地位呢，一直拢无确定哦，有这3点结论啦，啊，这就证明讲啊有影，咱目前是无国籍啦吼、哦，啊，无国籍的时阵，这个判决文落来，啊，当你美国要安怎处理啊？哦，啊，阮无国籍啊，啊，阮要旅行，啊，要受到保护，啊，要找啥？啊，你旧金山合约你有签吗？你是主要占领权国啊，啊，所以你有权利，嘛有义务发一个旅行证件，予本土的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唔是中国人哦，本土台湾人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呢？有去申请吼，有第一批啦吼，申请这个旅行证件吼，啊，当然是目前也未落来吼，啊，这个若会当落来吼，听讲会落来吼，那落来就是美国承认，伊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伊就有个义务来保护咱本土台湾人吼，在座台湾人拢受到美国保护咧吼。所以咱就安啦吼，所以咱来期待啦吼，期待这个会真紧会落来吼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讲咱目前的这个国籍的问题吼，啊，就是伫无国籍的状态，啊，台湾目前是管辖的人就是美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咧，还是代理美国来管辖台湾吼。啊，即摆讲到中华民国吼，伊们1九
一二年，孙中山去引导推翻清朝，唔吼，啊，成立中华民国。啊，清朝都无消灭去啊咧吼，中华民国消灭去咧吼。啊，结果呢，1949年呢，共产党伫中国佮拍赢国民党咧吼。啊，1949年无成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都共产党消灭去啊，伫1949年都消灭掉啊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呢，1912年出世哈，1949年消灭了，无去啊，哦，就变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但是呢，世间事就是安尼哈，伊消灭去，本来是走无路嘞哈，啊，结果呢，美国佮救嘞哈，美国派一个政干哈，从蒋介石啦哈，因只军队啦哈。军政吼，啊，这人拢个送来台湾嘞吼，真不灵嘞，台湾人都接受这人吼，啊，所以一直都变作安尼吼，所以美国去救着蒋介石吼，这人个送来台湾，啊，咱知影吼，1949年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啊，蒋介石是中国人，是中国的中华民国这人。但中国走来日本领土的台湾，啊，是不是走来一个外国？一个政府走去一个外国，叫做流氓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达赖喇嘛，但这个西藏走去印度，啊，印度是不是伊个国家啊？啊，所以伊是流氓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啊，就是是流氓去这个。台流亡来台湾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也算好运，哈、哦，有这个美国来救，哈、哦，啊，搁安那呢？伊啊，搁有一个领土存在啦，哈、哦，啊，金门、马祖是中国的领土啊，啊，所以共产党呢，无彻底消灭国民党，啊，所以伊搁活嘞，哈、哦，啊，这真趣味，就是讲。伫中国诶，即个国民党吼，啊，甲伫台湾国民党诶，是毋是一脉相传？安尼落来是毋是？诶，嘛是有疑问咧。安那讲咧？伫1949年吼，迄当时国民党诶，即个主席啊是总裁吼，诶，代理即个中华民国诶总统咧，是李宗仁啊。哦，伊是代理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啊，蒋介石呢，伊是在野啊，哦，已经全部摕落来啊，哦，是一个百姓啊，哈、哦，啊，1949年共产党打赢，啊，所以这个代理中华民国的总统呢，哎，走路啊，伊走到走去美国啊，啊，蒋介石伊是一个百姓哈，啊，伊嘛是爱走路，爱走来台湾，哈、哦，啊，走来台湾的时阵。伊伫中华民国内底无职务哦，伊是一个百姓啊，吼、哦，毋是总统啊。但是来台湾了第二冬吼、哦，第二年，伫1950年，伊宣布讲，我要倒来做总统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咱的历史课本讲，复兴四世吼、哦，啊，即咱拢知影。什么叫做复兴四世？啊，你都百姓啊，啊，话要做总统就做总统啊嘞，吼，爱就开始做总统啊。所以台湾中华民国佫活起来，本来伫中国就死啊嘞，灭亡啊嘞，吼，伫台湾活起来吼，啊，活到即马，啊，佫活跳跳吼。咱即马知影吼，伫台湾的总统是中国人，吼，台北市市长中国人。新北市市长中国人，哦，台中市的这嘛中国人，哈、哦，差不多全台湾主要这资源拢中国人占去啊，变作当时伫1949年来台湾占无个15%的人口，即嘛呢，哎，管理台湾，统治台湾，哈、哦，这才是
咱台湾人吼，本土台湾人啊，大大诶检讨啦吼。咱是占85%诶人口呢，啊，结果吼10几%诶人安尼通敌安尼吞打吼，60几年啊呢，吼，实在是真艰苦啦吼。啊，所以即卖咧讲吼，即个政府甲国家诶一个无同诶一个。两个理念啦，两个观念啦，吼，政府这个物件会使推翻，吼，会使改变，但是国家无改变，吼。比如讲中国的历史，吼，啊，咱上远的莫讲，咱讲明朝就好，啊，明朝和清朝引导，明朝就灭亡啊，变清朝起来，啊，意思就是讲明朝的政府。和清朝的政府拍倒，啊，但是呢，伊个国家悠然呢叫做中国，吼、哦，明朝嘛中国，清朝嘛中国啊，啊，即摆清朝和孙中山拍倒，吼、哦，啊，孙中山建立一个国民政府，所以政府换名，清朝灭亡啊，但是伊个国家嘛是叫做中国啊，国家无变啊，但政府会变。哦，啊！你中华民国和这个共产党拍倒的时阵，伊这個政府是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，中华民国就灭亡啊，国家悠然呢叫做中国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目前呢，真济，会使讲真济，还是讲大部分即台湾人吼、哦，啊，主要是民进党的吼。哦啊，拢讲中华民国顶有台湾，啊，台湾顶有中华民国。哇，话呢真危险呢。话呢意思就是讲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倒中华民国，啊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呢，会使继承，啊，是接收中华民国。一切的资源、财产、领土，伊拢会使继承。啊，咱若发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哇，真好啊！阿强啊，阿老啊，足欢喜的啊！你台湾就是我的啊！你都发讲中华民国啊！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的物件，我拢会当继承。哦，这就是国际法是安尼讲哦。啊，所以。在差不多1970年代吼，真济欧美的国家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吼，较早中华民国伫，比如讲伫德国、法国、吼、比利时这些大使馆呢，中华民国大使馆呢，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去啊，因为伊在继承啊，所以甲你接收去啊，吼、哦。就是这个观念啦，吼！啊，所以即马中华民国伫驻伫台湾以外国家吼，伊唔敢用中华民国的名，因为你若用中华民国啊，好势我接收啊，啊，你的外汇存款，伊嘛唔敢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啊，那用的名义都是伊的，吼！啊，所以咱即马嘛拢用别款名，吼，足侪名就对啦，吼！啊，即马国际上是承认。台湾啊，你台湾到底叫什么？中华民国不是，因为你中华民国诶，根本伫国际上无存在，啊嘛唔是一个国家，你是一个流氓政府，啊所以无承认，啊所以台湾要出去台湾以外，要代表台湾要用啥？啊叫做中华台北，吼、哦、，Chinese Taipei 啦，吼、哦，啊当然伊。翻作中华台北较好听啦吼，其实是你若认真翻译叫做中国人的台北啦吼。啊，是安尼叫做 Chinese 台北呢？这就是伫迄、那个啊二次世界大战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比如讲法国和德国占领吼，啊，法国政府就刷去英国，吼，啊，伊政府叫做啊法。国伦敦，吼、哦，意思就是讲，法国这个国家咧流亡伫伦敦的政府，吼、哦，
所以中华台北的意思就是讲，中华民国流亡伫台北的政府叫做中华台北，叫做 Chinese Taipei， 吼、哦，伊是即款讲法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台湾伫国际上呢，伊毋是国家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是一个叫做独立关税区的一个区域，吼、哦。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关系，诶，一个区域吼，咱唔是国家吼，所以咱伫国际上呢，有一个名是台湾无唔对吼，但是咱唔是国家吼，即美国嘛一再甲咱讲吼，中华民国也好，台湾也好吼，拢唔是国家吼，我会记。去年吼，去年我有参加去迄个克罗埃西亚去迄个旅行吼，但克罗埃西亚要转去罗马啦吼，去罗马转机吼，飞去罗马的时阵，哇，过关呢，过关啊检查呢吼，就对你的护照呢吼，伊的护照吼对微波吼，伊的海关吼有一个表。全世界国家吼，都有列出来吼，什么国、什么国拢列出来吼。伊啊对微博咧 ，Republic of China 吼，对微博我都无这个国家啊。你要安怎？对到尾啊，佫有一个台湾呢吼，因为台湾是独立关税区，是一个区域，无唔对。所以好佳哉，这本护照吼，下卡有台湾这个名吼。所以讲 OK 啊，那让你入来吼。你若歹势摕旧的本吼，无台湾的吼，歹势你阁转去吼。所以有这个差别吼，唔是无这个差别。所以咱有影，咱阿哥唔是一个国家啦吼。所以即马就是讲，咱努力的所在吼，咱唔是一个国家，咱继续努力。最近这个。林志兴先生因的讲法啦，吼，伊论述是咧讲，旧金山合约，吼，日本放弃台湾平和的这个一切管理，吼，无讲放弃了后，这管理要予什么人，要予什么国家，还无讲咧，吼，意思就是讲。你台湾的这个地位啊，无决定啊，吼、哦，这以后爱决定啊。但是这个林志兴先生讲话就是讲，这意思就是讲，吼、哦，比如讲，我有一间厝咧，吼、哦，一间厝吼，歹人占去咧，吼、哦，内底乌白甲你吞咧，吼、哦，无爱行咧，直直住落去咧，吼、哦，五六十年啊，甲你住来，吼、哦。我起毛歹呢吼，讲我无爱啦，这间厝我无爱，我放弃啊吼。放弃你嘴讲的吼，你白纸黑字，你少讲你要放弃这栋厝吼，会散啊。歹势，但是你无去移转所有权啊，所有权无移转啊。所以这间厝的所有权吼，你讲你放弃吼，所有权的名吼，是我的名嘞，我无改啊，吼。所以日本相共吼，那个主权啊、所有权吼、哦，有类似的所在，就是讲说主权的变动吼、哦，一定要有条约，国际间就是要条约吼、哦。比如讲马关条约，将台湾的主权从清朝交日本，吼、哦。你即马就是讲，到目前为止呢？无任何的条约，无任何的文件，讲台湾的主权啊，互相无啊。所以意思来讲，台湾的主权呢，虽然未定呢，但是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内，因为伊有所有权状啊，吼、哦，还搁是日本天皇的手内。日本天皇伊若无爱摕倒转去，目前。伊认为讲吼，阿个毋是时机啦吼。美国那会讲无爱处理台湾地位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六十几年来，因叫做 ambiguity 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模糊政策啦吼、哦、，ambiguity policy，
有模糊的政策，互你毋知影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虾米人的，啊是美国咧管的，啊是中国咧管的吼、哦，用模糊政策啦吼、哦，啊目前模糊政策，那就对美国有利，吼、哦，你中华民国呢，啊继续向美国卖武器啊，吼、哦，你家己要保护台湾呐、啊。啊，你若讲美国管辖台湾的时阵，哎、欸，唔免啊，歹势，我唔免甲你买武器哈、哦。啊，你就甲顾我台湾的安全啦、啊。哦，啊，这买武器，哦，一年哦，还不得了呢，这天文数字呢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对美国是有好处哈、哦。啊，伊目前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，咱啊了解这个论述哈、哦，了解咱的地位的时阵。咱会使继续发声，啊，咱的声音愈大，吼、哦，咱即马甲32届尔吼，咱所训练只学员，哎、欸，还佫无2000人呢吼、哦。你是讲咱的人数，那我达到20000人、50000人，即、這个声音起来吼、哦，美国伊一定爱出兵，吼、哦，来解决台湾地位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这当然，台湾地位靠美国吼，啊，讲倒转来嘛是靠咱台湾人本身吼，较侪人了解家己的问题、家己的处境、家己的历史吼，较有法度加速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吼。啊，咱是毋是要歇睏5分钟，还是要阁继续？咱休息一下吼，因为大家足辛苦，坐遮久吼，休息5分钟，啊，再过来结束，再过来开始吼，好，感谢。